有人说世界是一本书，而旅行是阅读它的方式，而告别旅行的最终站是回到让自己能够全然放松的家。在台北面向国家音乐厅的空中庭园，就是常年旅居国外的屋主夫妻在台湾寻觅已久的家。庚子星设计师团队以使用者角度出发，追求空间独特氛围与设计质感，营造每个角落兼具冲突与协调的故事，为每一位屋主量身定做独一无二的幸福居家。屋主其实是一个接近退休年纪的一对夫妻，那他们其实长期都一直旅居在国外，那既然要找到归属，他心中的故事就当然要帮他呈现出来。每一个人他的生长背景跟他的机遇都不一定会一样，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不为人知而且是只有他才知道的最独特的故事。那我们在做空间的时候，这个故事就一定要贴近于他最内心的那一块。这个屋子呢，他一开始在上个屋主手上的时候，他是因为出租，所以他的屋况非常的糟糕。那他的外墙有非常严重的漏水，导致他室内会有一些发霉、壁癌的状况。我们留剩下屋顶跟柱梁的部分，其他是做新的，地板也整层全部做防水。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可以杜绝他原本就有的问题。将老屋彻底改造的挑战不小，除了格局动线，最棘手的就是要解决原来漏水的问题。因为这个房子它非常大的面积，我们不能增加建筑物的一个负载，我们用了陶粒墙的一个部分。那陶粒墙它是一个比水还要轻的一个材质，那它同时也可以满足保温跟隔音，也可以照顾到这个建筑物它的重量问题。那坪数的话，从里面到外面其实有接近30坪，室内是20出坪的一个大小而已，所以屋主他们希望是全开放式的格局，可以是尽量放大他们空间使用。那屋主希望他里面的格局既然是全部都要重新重整跟整理，那里面的格局就不一定要是一个垂直水平很整齐的配置。那我们知道了他的这个需求，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挑战。在玄关上面呢，我们选择做了一个斜斜的界定，然后进来才是我们的餐厅，再来是一个厨房，那转个身又进到了一个客厅。在客厅的部分，窗台上面是跟沙发一样高，所以他坐在沙发上是直接可以看到外面的。厨房的吧台也是他们平常最常在一起的地方，因为他们以前的经验，他们是习惯轻食的，他们也习惯在吧台上面用餐，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他们家人彼此之间去交流跟联络感情的地方。厨房长在这里，一方面它接近落地窗，那因为它从玄关一进来，沿着墙面一直到书桌，所以他觉得他坐在那个地方是可以左右都照顾到的。再往里面会是一个卧室的空间，那卧室也是全开放式的，用折门去接定，他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他需要彼此有一个休息的空间的时候，他是可以关起来的。跨越了最大的难题，接下来要融合男女主人截然不同的喜好风格，并创造与众不同的居家设计，设计师又会怎么呈现呢？我的妈妈她比较喜欢乡村风，那我爸比较喜欢美式的风格，子欣就很好的去把这两个不同的风格通过颜色、通过线条等等的一种设计的风格，让他们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男屋主他喜欢一些比较都会纽约 loft 的一个感觉，那女屋主他喜欢乡村木纹温暖跟一些温度的东西。男屋主跟女屋主他们要的东西虽然是很两极化的一个风格，但是其实他们有共同的点，是要有一个美式的味道。那我们从中间找到一个点，也就是颜色跟材质，那有非常温暖的木头跟冷硬黑黑的一个铁件，那我们用灰色去调和它，其实屋主会觉得这样子的结合是还蛮满足他们两位心中的画面。
那会有斜屋顶的产生，是因为其实女主人她想要一点美式乡村，所以会有木头的元素。因为这个老房子它很好的一个原本条件就是屋高很高，那这个木头它也真的是原木，因为要保留它原本该有木纹的味道在上面，它是整块整块弄上去的。因为他们旅行的世界各地，这个书有可能是在他那个国家买的，他其实是一直回忆的保存在最上面的地方，所以虽然很高，但是这是一个展示跟一个回忆，这个部分是屋主特别跟我们交代的。因为他们到完全完工了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我还记得他们踏进来的时候，尤其我妈对这个三角形这样子的一个 loft 感觉她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觉得这就是选对了设计师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将区域以斜线区分，又要让整体空间视觉和谐，空间不浪费，切线的尺度就要拿捏得相当精准，大面板与灰色调则是调和了两者喜好与风格。最后室外阳台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呢？其实它原本的阳台就是长得这么大，那我们呢因为要照顾到它漏水，所以全部把它打掉重弄了。木纹砖铺在地上是因为要有一些温暖的木纹的表现，满足了女屋主对于木头的希望。带蓝色的灰是因为外面有一个中正纪念堂的蓝色屋顶，那我们觉得室外最重要的是外面的 view， 所以我们尽量把颜色弄得很低线，让中正纪念堂跟两庭院是在外面最重要的主角。可能他下午就在那个家具上面喝喝下午茶，晒晒日光浴，那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小酌一番，可以在那里 BBQ，那个其实都是他们在国外的回忆。因为我们就坐落在这个中正纪念堂这一边，所以我们光是在这阳台这一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中正纪念堂的他们的花草树木，居住在这个楼层上面来说是非常非常舒服的。那当然他们现在目前比较去不同的国家去体验生活，那他们也希望说在环游全世界回来了之后，以后也可以常住在这一个地方来养老。设计师坚信生活态度决定个人品味，在这个从老屋改造开始焕然一新的空间，他以设计质感融合了每个角落的冲突美感，让屋主夫妇回到台湾就觉得回家真好。想看更多高子星设计师的精彩设计，请上网搜寻设计家。